筲箕湾东大街上有着许多代表香港市民美食的特色小吃，而大受海内外网友推荐的印尼沙爹屋就藏身于此。一出地铁站，沙爹独特的香辣气息立刻扑鼻而来。来自印尼的华侨夫妻从故乡进口最道地的新香料与食材，以炭炉细心制作每一只串烧，鲜嫩多汁的猪、鸡、羊、牛等肉串裹上香麻够味的独家特制沙爹酱，浓厚的风味令人爱不释口。如果还不过瘾，不妨再来盘私房的老板娘炒饭或是印尼炒河粉，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吧。